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哈，就是 Powerhouse。没错，今天我们来到的呢，就是我们的梁文音的情人知己音乐会。是，大家在现场呢，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哈，在外面呢，已经这些歌迷啊，对，哇，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外面等待着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他们的歌迷呢，这些后援会啊，都是穿着粉红色的衣服，因为真的，我们的雪姨呢，就是他们的队长啦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队长啦，今天后援会的队长。那么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的队长什么话说呢？啊，是今天呢，非常的高兴哦，有荣幸呢来到这个梁文音的情人知己音乐会。今天呢，哇，我是队长哎，会看到梁文音，好兴奋哦！哎，现在还没有看到哦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呢，现在包括我们一起哈、哦、和这些粉丝呢，都是迫不及待，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会场音乐会场，看看这些精彩的表现。Let's go！是的，现在在我的身边呢，就是 Cindy， 她是我们的这个余音绕梁的总召集人啊。对， Hello, 今天我们称作总召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因为我们是一个、okay. 全球的后援会。哇，全球后援会啊、几个国家啦。对， wow. 所以我们各区有不同的召集人。哦、OK， 对，所以今天呢，你为什么会召集这样的一个音乐会？你喜欢梁文音啊，已经有多久了？喜欢他三年了。三年啊，对。我想一下，他大概刚出道，从这个星光的时候，出道一直到现在，对，没错。很久了，忠实粉丝。对啊，忠实粉丝。今天来到这边的这个梁文音的音乐会哈、青莲现场。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啊？我很喜欢听现场，因为我觉得现场的气氛会不一样，现场的歌手也比较真实。啊、那今天来到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呢？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这个场地很大。哇、我有一个问题哦。嗯哼。跟我说 ，Cindy， 为什么你会喜欢梁文音？我当然他唱歌唱得很好，然后人长得漂亮，不过最重要是他的个性。他的个性，他对他对家人、对朋友或者对粉丝都很真诚。哦、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的粉丝哈，其实呢，喜欢梁文音的歌声，喜欢梁文音的这个长相之外呢，其实他内心的这些性格非常的重要。对，还是会被人看到、被吸引到的哦。是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今天梁文音的音乐会能够成功。这身边的呢，就是我在现场呢抓来做一个简单访问的一个粉丝，想请问你一下，你喜欢梁文音多久了呢？自从他比星光大道的时候。比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觉得那首歌好听呢？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曲虽然说可能并不像，因为梁文音其实他很多歌曲都可以诠释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在那首歌方面的情感方面，他表达的比较可能淡淡，可是他却可以比较表现得出可能我心中那一块。嗯，对对，而且今天你觉得可以来到现场看到梁文音的本人呢，你觉得你的心情怎样？当然是很开心啊。因为我本来有工作的，然后我抽出周末的时间，然后包括今天明天我都会去他的签唱会和音乐会，所以很开心还来到新加坡。梁文音，希望你可以越来越棒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希望你继续加油。是，我就希望你呢在这边就可以开心的看我们梁文音的音乐会。谢谢。谁谁谁谁谁抓来抓来抓来！哇，熟悉的面孔！哇，是，你看他好像突然间被吓到这样子的，问我们怎么在这边，我还问你呢。问你怎么会在这边？你为什么会在这边、啊？我们的阿本啊，我是来看梁文音，不好意思，OK， 紧张了，我是来看梁文音的这个音乐会的、啊，因为我非常喜欢梁文音这个歌手。哇，你看紧张的把人家票都掉了，紧张到票根都掉了，真是的，你看，哇，特地去买的这张票是吗？啊，我先跟988的观啊听众打声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阿本。okay, 其实我从这个星光二班呢就非常注意梁文音到现在，所以呢今天就特地跟一位好朋友来看这个梁文音的音乐会。对，好朋友。是的，因为好朋友，对，是情缘还是、是情缘还是知己呢？是不是，是今天的知己，知己情人。
情愿自己，自己情愿。都一样啦。跟你们一样吧。哦、oh. ，OK， 哇，为什么我会突然间在这里发现啊？就是说明呢，我们的阿本也是梁文音的忠实粉丝。是。那其实呢，阿本，你喜欢梁文音什么样的一些东西？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呢？我觉得他唱歌好像在说故事一样。对，除了声音甜美，就是哦，他唱歌我觉得是跟很多女歌手不同之的地方，就是呢，他诠释歌曲非常细腻，让我非常喜欢他的一点。对。哦、OK，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啊？希望待会呢可以在歌声中找到幸福的感觉。对，哇，找到幸福的感觉，跟你的那位情人知己是吗？希望你们也能找到幸福的感觉。是，会的，会的。所以呢，大家以后要多多支持梁文音的这张专辑《情人知己》。初恋伤痕多深，多久的认真，偏爱。会真的很好看呢，是的，什么很好看，还包括很好听，他的歌声真的是太美了。之前呢，我们都从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传音机当中听到他的歌声，对不对？今天从现场听到他的歌声，真的是对他另眼相看哦。真的是呢，这个视觉与这个听觉的一起完美的享受哦。是，大家一定要在事后呢支持梁文音的这个专辑《情人知己》。非常的不错，是，记得呢，现在开始呢，就马上去购买梁文音的专辑《情人知己》。